王庭筠170公分，第一次试跳。就是这个场子，请带兵宣布 MVP 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王庭筠。我只希望能帮我们红队胜利就可以了，所以今天得到这个我很意外。所以我非常感谢，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可爱，很开心啊，因为今天是跳高项目，跳高项目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庭筠拿 MVP， 为什么祖威跟那个云溪两个都哭了这么的感动？比赛开始，庭筠的篮下的速度其实相当，五分稍微快一点点，版本中华后来出手投下，几乎同时。我们 OG 对决，突破自己，突破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对。红队成绩9秒84。蓝队成绩10秒1。预备。我们呢都是很年轻的比赛开始。也是王品浩都用跳的，他不是用画的。喜恩像是品浩啊，在跳的时候都觉得他的确是跳的比较高，滞空感也比较久。这个的原因是跟姿势有关吗？有，跟他的回收脚有关系，因为他回收脚不是用侧拉的方式翻身，而是用正拉的，所以他要为了要正拉，所以他把高度提得很高。嗯，那其实刚刚安安虽然是略输于品浩一些，但看起来安安的姿势如何？安安的姿势其实还不错，他只是输在他起跑第一个栏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克服那个心理，然后所以他后面才慢慢的有点追上去。是，成绩红队9秒37，哇，蓝队8秒78。王品浩的成绩是8秒78，已经追平了大会第三高潘君伦啊，一模一样8秒78的记录。而至于胡山则是9秒37。预备，好，跨过第一个篮架，首先把这个篮架给踢倒，但他速度非常的快，要通过终点了。这下子追的秒数可多了，蓝队10秒57。红队8秒78，好秒数，8.78，加油！加油！行的，可以哦，加油！可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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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备！哇，决赛的最后一棒，吴飞先跟一马当先，王庭筠紧追在后，跨过对方篮架，直线冲刺。感觉起来又再爆一波起来，不过吴飞呢还是再略快了一点。红队9秒13，蓝队8秒94。刚好成绩。蓝队38秒40，红队37秒1。吴世安要来挑战170公分呢，第一次试跳。他在前一个高度165公分是第一次跳失败，第二次才成功。加油！放松。
五十人大跨步。那个挺身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次跑过来的速度是有点钝的。对，嗯，哇，真的是遇强则强的胡世安。好，蓝队的王品浩来了，准备出发吧，过人的品浩。王品浩前面六次啊，通通都跳成功。哎，品浩稳下自己的心。100圈成功！太好了，品浩！太棒了！场边呢，也是大家都在替他打气。哦，再来是王庭筠，就是到目前为止哦，零败绩记录的王庭筠。对，王庭筠呢，中间145公分 pass， 他的五次试跳通通都成功。王庭筠170公分，第一次试跳，就是这个姿势，就对啊，同队的这两个男生不得了啊，170公分都一次过，而且刚刚在过杆的时候，很像是有两段式。先挺腰之后再挺，再把他的脚踢上去的感觉。现在高度升到175公分啊，也是大会纪录。王家良跟严佑廷保有的大会纪录。首先要来挑战的是胡世安。其实这时候就不要去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大会纪录，你要保持平常心去跳过它。对，现在开始已经选手在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。胡世安第一次试跳要挑战大会纪录，结果失败。王品浩第二次试跳，结果失败。王品浩的成绩也是170公分坐收。王品浩这一跳失败之时，也正式宣布啊，是由同队拿下了跳高的胜利了。红队选手王庭筠第二次试跳，预备，加油！王庭筠现在是大会纪录啊，庭筠挑战大会纪录啊，全村最后的希望了。175公分，第二次试跳，王庭筠，结果杆子无情的掉了下来，王庭筠最终的成绩是停留在170公分。哦，应该是最后那个脚不小心踢到。对，我觉得他整个人都过了。哦，好恶玩哦。快点啊！请带兵宣布 MVP 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王庭筠。是终于在倒数第二集的时候拿到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得奖感言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MVP， 我真的只希望为团队付出就好，我只希望能帮我们红队胜利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得到这个我很意外，所以我非常感谢，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可爱，很开心啊，因为今天是跳高项目。然后项目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庭筠拿 MVP， 为什么祖威跟那个云溪两个都哭了这么的感动？